这身衣服是伊甸做的，喜欢吗？还是说喜欢的是我呢？舰长大人，桂安。近日阳光正好，推开窗也能闻到风中清甜的花香，在这个时候晾晒寝具最为合适。您总是关照我，不要太过勉强，但是蓬松的被褥和柔软的枕头可以为您带来一场完美的睡眠。对于女仆而言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请不要再推辞了。舰长大人呢，明明说过要好好锻炼，规律作息，趁着好天气出去走走，可是却一直待在房间里伏案工作呢。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您的事务就变得这样繁重了。所以在您趴在桌上小憩时，我已经把一些初步的工作完成了，或许可以为您争取到片刻的闲暇时光。一会儿我准备去我们上次去过的那家花店买一些鲜花回来作为装饰。既然舰长无暇踏青，那么就由丽塔把春天带到房间里来吧。馥郁的玫瑰，清灵的香豌豆，还有洋甘菊和小苍兰。工作时嗅到花香，希望能冲淡您的倦意。当您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从花店回来了。如果舰长有兴趣，不妨陪我一起插花，如何？我准备了适合春日的花茶和甜点，期待与您一同享用。丽塔·洛斯威瑟。别动哦，借你的眼睛照照镜子。好了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